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左右手搭配，就是说，其实它让我们就是说，想象说我们大部分吹是小指都是控制一个，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不同指法搭配，可以有更多的变化。嗯，那其实可以释放左手的、右手的压力，那另外也可以开发你小指的能力，让你头脑可以更方方、更强壮一点。更方方。对。好，那我。所以你好，讲到昏了，到底还有多少？太兴奋了，太兴奋了，对。OK， 那我们再来一个，下一个是 GA 的脆油，脆油一般我们分一二八度跟第三八度的。GA 手跟拉，手跟拉的脆油。手跟拉，在他们的想法是说，我们的手指里面，大概我们人是最灵活是两个食指。嗯哼。好，那右手因为左手因为是被绑死的，所以大概很多的脆油都会。用我右手是有错。好、oh, 嗯、OK，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做 GA 的时候是这样子。嗯，对。为什么当卡卡就觉得这里不舒服。对，不舒服。所以他们会延伸过来就用你的右手。嗯 ,OK, 来在这里。不是这样去干嘛。你就说你需要我了。没有啊，我自己就用可以。好，应该怎么样，这里拉然后 GA。哦、oh.。然后用原来的手指，突然觉得无名指，还是很快的，还是很快。可是这边我已经，我大概这边可以有个五六秒，这边我会觉得我可以去看个韩剧之类的。真的是无限的，对，真的是有极限的，真的是极限你就不行，你就知道不行，对。而且它的位置是一般我们哎，这个人降臂的位置，这个有、哦，这个可以买，这个有代价的，有代价，因为这个不用去复健，这个要复健，这个要复健，常常弄到这边都紧。然后我们再试一把，也是一样 GA 的去油，在这个，在这，好、哦，它是做那种小件的感觉，也是这样啊，在这里啊，对。只要在场地吹久，看他光看这样按，就觉得一个顺畅感。对，看到我们其实觉得很改变哦。我讲不错，可是看他就觉得好顺的感觉。让你不舒服一下。你手都想帮忙哦，是不是？一个啪啪啪的声音。啊，在这里，完了。真的有差，有，而且我这个也稳定很多，而且这个这只手就放松掉，真的是差太多了，对。OK， 那这个比较简单，那我们想象看第三个八度的 G 跟 A 怎么办？哦，我们现在都我的笛子，我用发音吹，所以还是这个，哦、就这样子哦 ，OK。G A 哦，对，发音。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然后我知道有一种 feel 键可以吹 C。G A， 这里有什么？收，第三八度的收，按收，然后站是站这两个小键，这两个，有，哦，两个，都敲，这两个，对，这两个，不，这两个，小的，这两个，一个手指键好，一个手指键，哦，一个手指，对，一样是食指，用食指啊，对，食指，哇，好棒哦。都快有一个歌仔戏的，对不对？对不对？如雷花，那你要出场了。对，哇，这太神奇了！早上你记得跟你妈，我上礼拜才看到，这么样子。对，我本来是用手拉这样，后来却拉。指法你用什么指法？手，那见面指法。小指头跟两个指头接一起按，可是后来难度很高，可是会分手。对啊。不分组，后来就变成，后来就想算了，音色也许比较不好，就是你说那个用。你刚刚讲那个在这边不会 work， 因为它的打的洞已经不一样。对，这一指力的你的指法是没有办法的。对，因为这指法也不用那指，你就这样一个手指就解决了。对，而且是食指。因为我以前是以前那一把 power 嘛，它有一个深 C 垂右键啊，是跟那个事情啊，对，绑在一起。不一样。我们等会讲到深 C 垂右。OK。哦，我们讲这是高音的 G A 区哦，啊，它特别是这里开了两个洞，这两个洞刚好是我们 G 跟 A 的一个换，就是我们收跟拉换的地方，就是刚好把这两个手指放掉了。所以它这边也三个洞，对，然后按这两个，刚刚这两个会一起打开。刚刚按的时候是那两个小会打开，对。
他这有没有两个？哎、欸，三个一起，三个。我现在是按两个键。哦，就是那两个。我按的最小的是这样。哦。那我连那个正常的那个哦哦的话还一起。所以最小是控制。最小是控制这两个。然后去有就是原来的、那個、原来去有，它变成三个要一起。那这是一个构造跟刚才那一只这个部分，我那时候居于这个地方。哎、欸，不是，就是有两个，也是有两个重的、這個啊。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们两个也是开开的位置不一样。开位置不一样。位置不一样。哎，位置不一样。也可以比较出来，这位置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嗯嗯，比较高哎、欸，比较高，嗯，它是已经开到 A 的位置，对，它是否伸缩的、欸，对对对，这是 A 否 A 的，哦，对，没有是在一只一只过来才看得出来，你当时拿给我看，我全部都不知道，对呀、啊、对呀、啊，我是什么，不知道它的内向对不对？嗯嗯嗯嗯，就这两个也是同一个。的 maker 不同，不同，不同的。可是他的那个做法看起来几乎一样，两只都德国的哦，德国的系统就是这个。然后你注意看它的 neck 不一样，然后按键的 style 不一样，就是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 maker 做的，它的造型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刚刚讲的这种造型是在德国流行的吗？德国的专利是这个头，专利是那个头，是这个头。没有，我现在没有分配正确。看那个跟谁生气，生狙啊，不，狙收拉去了，在这里。OK， 那我们刚刚又提到包括说狙跟生狙，我们如果说，狙跟生狙，第三八度，第二八度，第二八度，第二八度的，对，一样的，我们那时候都是小指，对，嗯，一样是，也是痛苦，对。哦，来这一把，那把，他应该是谁？小的这个，哦，狙。真的你有多你有哪里哪里哪里训啊我们不够战力不够战力的哇也是很高有有有有有有这好用啊因为那小男友是要配这一把他有付钱用这一把有付钱有付钱有付钱意大利人吗没有那个啊法国那边法国那边哦，那时候意大利跟法国做蛮多这样的事、啊，真的、哦。所以这次是哪一股国家？就是意大利的，意大利的。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C 跟升 C， 记不记得？啊哈，嗯，是的，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对，哦，这里就有了，就有那种甜不辣卷在一起的感觉。哈哈，这个，对，甜不辣鸡翅。跟长城那边一起用甜不辣。哦、这个跟这也是熊那种那个，有点像耶，怎么没有在一起？像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子会很慢的、啊。这个C 现在还有标配吧？就是说，有时候你C 件这件事情现在有容易买，容易取得，我跟你讲，容易加钱就可以得到。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拎就现在这些是有钱都买不到了耶。对，很多是对的，是啊，还是要加很多钱，有人会帮我们做。真的、啊、做得出来吗？这个算吗？现代的应该看都可以做得出来哦。哦，就等于是看到要 copy， 等于就是你特制做。可是要挖我们的底子啊，对不对？就是要开口，你要这样。我认为第一次做的人，他还是需要实验，对对，对不对？我现在恐这个好像也不太可能，你看到 copy， 然后就可以挖，他自己也也是要 adjust， 对啊，对对啊，除非他已经做了好几次，就没有办法像中国底做不好。可以挖掉可以啊，它可以补上去，因为以前的 One T A K 也是这样子哦，就一样，哎，一样的一样做法，木头的嘛，挖补下之类的。哦，这个是在我们目前看得到的，然后我们要聊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哦，一样，没有，还没，我们一样是在讲狙跟生狙的地方。哦，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有本书，大家熟不熟悉？十七日课大。有啊，这个女王啊。然后仔细看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眼镜不错，他拿很斜，我都跟学生把人像他拿那么斜。哦，小指头没有放好。你只看他小指头。没有，因为我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不能像他这样，我有另外一张塔凡内尔的比较好。他说他放错，不应该放这一张。错是吧？可是你错是吧？刚好让我们看到，看到他是故意的。哎，看到什么？现在发现还是故意看到，因为他如果手放不上，你就把那个小指的那个键挡住了。哎，他什么键？他为什么多一个反向的一个勾勾？哦，一般我们印象中那个是一个升G键，
就很多人会想象说，哎，我们刚刚提到说 ，Open G 的少二个洞，它效果比较好。哎，嗯。可是我们不习惯这个指法，我们习惯。其实我们刚刚还没有破解耶，就是说这本书我们是用了有差零年，对对对，我不要说N年，甚至很多人这个外皮都不见了，就是直接变封面。对。可是我们刚刚，其实我们在录影之前。那个许先生跟我们提到，我们才发现，我们没有一个发现，他这边的这个乐器本身很特殊哎、欸。嗯，赶快回家翻你的日课，大家练习。对啊，这个地方超熟的。我们乐器现在不是长这样。对啊，他的这是声收键，对不对？声学声。对，那现在我突然想到，身为日课导师的我，嗯，哇，我有点汗颜了，我现在流汗。你的第一课要先改成这个乐器解说。他的不是，那这一本是为了他的结构写的吗？跟这没关系、哦，因为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提到说，最好的状况就是不要挖一个洞，但是你的指法改，对，你会不会想说，哎、欸，我能不能用这个指法，对，然后吹这个乐器的声音出来，的指法的指法的指法，用我们习惯的指法去吹出 Open G 效的乐器的效果，没错、哦哎、，OK， 哦，所以他这支是。那你看得出来这只是什么？哦，它叫什么名字？好吧，那样。你怎么没有收购这？对啊，你怎么没有？现在这边怎么是这一只？因为它太少了。第一个，啊，第二个，因为音频不对，它那个都是435的。哦，这么低。因为我收乐器是比较现实，我要能够跟现在能够用。所以如果不是440，我就尽量不收。啊，第二个是老实讲，那个乐器很少，它历史上做的大概个位数，没几把，真的很少。然后就拿来照相，那是谁做的呢？哦，那个发明叫 Joette， 哦 ，Dorot， 我不会念哦。法国人，来，法国人，这个怎么念？啊 ，Please， 我不懂，哎，因为这是他发明的，他是。长笛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发明的这个结构。哦，他发明的。对，他发明的这个结构。那所以他这边有一个横杆，是不是？我看起来。对。那个。啊，它联动什么东西？它基本上是用两根弹簧在控制这两个盖子，然后一个比较强壮，一个比较弱。我们可以看图，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常 G 按下去以后，是两个，因为弹簧关系把两个盖下去。嗯，对。然后当你把那个小指盖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弹簧一根打开，所以这个翘起来。哦，那做的很灵巧才行。对，很灵巧。然后另外一方面，这种乐器的问题是说，你没办法太用力吹，因为它是用弹簧盖的。哦、我们一般都是用手指盖的。嗯哼哼哼。弹簧，你是说会被吹开哦？对，你如果用力吹，它就是气压太大。啊，但是以法国人的习惯，那时候他们就是很气比较柔顺，所以他们是可以接受这样。因为德国，对，你跟我想一下，第一件事情，德国人怎么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只有在法国音乐学院有出现过几把。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到德国人他们习惯，因为真的不好，你常常就要去调整那个地方。嗯，讲那么多，哇，就留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画面。对，而且在日课大耶。对啊，在日课大。我们家好像是已经吹青史，只是我们没有人发现，对不对？那刚好是一个历史的一个 G sharp 的一个改变。嗯，然后也经过这样以后，贝母更确定说 Open G 才是对的，你就改指法，乖改指法，这样是最坚固的一个结构。好，那我们。哦，大家有没有想到说，哎，是不是少一个东西呀、啊？我们一直在讲加键，现在新手嘛，尤其是说，你有没有加什么键啊？一键。对，嗯。那我们一键的话的发展，大家有没有概念，还说它是怎么来的？没来的，怎么来的？没有概念。赶快问题。我觉得拉米会比较好吹。对，我们要问问题，许先生不然接不下去。没概念来，赶快。一般我们讲说一键，有时候在历史上的专利会比较模糊一点，因为不好请，因为它的缘由其实不是它加一键这样好吹的，而是说当时贝母从我们讲的 close G sharp 到 open G sharp 的时候，他发现说我们在吹 high E 的时候。那个音怎么都偏高，尤其他又德国人又更大力的吹了你，所以他那时候就发现说，我们只要把那个分离这种盖下去，一就比较准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乐器，你看哦，没有办法分开。对，正常乐器是没办法分开的。对啊，所以他没办法这么做。对，啊，所以
后来的人就是德国人，也像这德国人看到他这几个，那我是可以把它分开，分开哈，啊，分开以后用哪个传动呢？就一样，就在井里放，就用这里把它分开了以后，然后用其实用咪，用咪咪这个键把它盖起来，就仿一键的效果，所以它是在我们习惯的一键之前就出现这个。现在这个现在我现在看得到这个没有盖起来。是，对，它就是这个没盖，它就是盖这一个，是这样，对啊，这个是打开的，嗯，啊，但是这样子，我们老实讲，还是多开了一些洞，所以被被我们这种最好是，你说指法改，就是直接用指法 open G 下门来按，对对对，嗯，然后后来的发展很多很多的 maker 会想说啊，我既然说这个洞没用，它就把洞做小，然后有是，有这样做，但是老实讲，做小会影响到声音质，会不美一点，好，哦，所以。总结起来，一键目前大部分都是认为说帮助学生吹嗨一，但是，也有一派认为说不需要，你正常吹就很好的。那其实最好解决回到贝母说，你就吹 open G 的，但是大家都在整个专业，对，特殊加键。那我们除了贝母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更不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跳脱贝母的这个指法系统以后。我们有没有发现说一些音像哆瑞，哆跟瑞，如果说去了的话怎么办？就按那个键啊，哎，小 A， 那会不会觉得小 A 有点闷了？会，对，会，会 ，OK，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老师有没有要求说我们哆瑞要很完美的切换？可是大部分人都因为哆跟瑞通常会不同步，有个 gap， 太多有个 gap，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就是哆瑞？就是换指法，这个在186系的系统有做到了，来试试看。好，好，哆瑞指法，哆放它就是瑞。啊？等一下，就这样，就这样。对，就这样。那升哆怎么办？对啊，那升哆去升哆去哪里了？对啊，升哆是不是我要按什么东西？你试试看，它的升哆有六七种指法，最简单，你用这指盖这里。然后放开，就升升哆。那怎么有点像直笛啊？那可是这样子，它 re 到 mi 是不是有出问题啊？因为哆到 re 是连的，那 re 到 mi 是不是要断掉？那 re 到 mi 回到原来指法就完了吗？哦，所以它两个接，就是两种。哦，它两种都它两个系统，对，两个系统。哎，那个两个 re 会不会差很多？试试看，哪一个哪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学的那个 re。我们平常学的那个全放的 re， 然后跟正常的 re， 就你刚才那个 re， 刚刚全放变 re 嘛，全放的 re 都叫对，被升哆的指法就变 re 嘛，对，就全放是 re， 对对，然后正常的 re， 正常的 re 也是 re， 没有啊，你按到在这里啊，这里这个哦，还是对对不对？要换吗？小指，它是 open G 系统的，哦，这是六七系统了。饱满，超饱满，超饱满的。跟 Remy， 他刚才在说 Remy 啊 ，Remy， 你是说这个吗？没有，不是还原 me 这样子吗？我要这样打开吗？不用不用不用，跟原来一样，原来一样。他咪有点 Hello 哎 ，Hello， 开的这一次，自行去发作，这样好，这样好。其实还有一个指法，就是说 re mi 这里，它的 trio 是到 mi 的，又多一个。那我的 re 是按这样，全放，然后从这边这样吗？对，哦，这两个可以作弊，我已经记不起来。对，是这样子。这是 re 到降咪啊 ，re 到降咪 ，re 到降。不行，我需要往下压哎。下压哎。对，是。一起，两个一起。我现在真的很纠结呢。哦，要上去了 ，re mi， 哎，也比这个好。对啊，我觉得还是不要加钱，我觉得好难练哦。笑的，加钱你就会练了。我的脑袋要转得过来，我已经爆炸了，资讯量过多。没错没错。哦，还没。再跟你分享，这个特别。也是这个吗 ？OK。升 F， 哎，还用 F。还用 F 发。正常。你按咪。按咪，然后加小指，
咪发咪发吗？吗？咪发对咪咪那首 F。所以它是开后面，就是后面，对，开后面。那如果真才知道比较难哎、欸，对啊，这些弄到我们半的无名指在。哎、欸，我没办法吹正常发呀，没办法。可以啊，可以啊。没有，没有，你按到下面，这两个都按，这两个都按，这两个。哦。对对对，是是是。对，我觉得这个，哈，这次我不行，不是你两个好复杂，两个都要按，是两个都按。没有没有没有，哦不是哦，一个一个就好了。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是升 F， 这个是 F。完全有正确啊！我一定有，我是不是伸手按下去？伸手按，伸手按。这比较好按啊，好吧？这是正常的。这比较好按啊，加它干嘛？啊，没有没有，你正常，你用这个发。这个吗？对，加这个哦。加这个。音色。后面这个比较好，上面后面这个比较润，嗯，这个比较润。那个、F 比较润。对，那个真的比较润。他就是针对贝母 F 不够好设的这个 F， 哦，有慢一点点。对对，但是这个话有第四者问题，就有这个对啊。对。但是他这个，但是按长音的话没有问题。对，他这个是为了长音做的。在第一个八度更明显。第一个明显。第一个八度更明显。这个字发表很难写耶。东西很多，没有没有，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如果习惯，那事实上它的指法是更简单。那是完成的吗？哎，没完成。蔡老师紧张。哎，这是我们讲到特殊的，就是说我们换个系统以后，你可以对一些不同的声音做一点想象，因为它的声音的想象会比贝母笛更丰富一点。嗯、像我们刚刚哆跟升哆的感觉，然后瑞咪的 tree 哦。然后 F 的感觉，的确这个是有趣的。我觉得不同的指法，你去测试，然后才会找到那个声音，对，才到知道那个差别性，不然都是纸上谈兵。对啊，就同一个指法，然后就是说，哎，你那个不一样，我不一样，我不一样哦，那就很难。可是它就是直接在机械上面很不一样，你只要用手动这件事情，你可以马上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对不对？就都配备的都已经，就我们现在是有点像这种阳春版百人场，对，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变得很阳春呢、欸？对对对，发展到现在变阳春版，就我们看以前就是说以前历史吧，我们历史就是還沒对我至少我们把历史的美好重现给大家嘛，是，那包括说。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 catch 到说，其实 trio 的东西就像它有注意到我们手指的灵活度，它最好我们自己也在研究说，尽量就是 trio 是用到我们的手指，比较灵敏的手指去做你的 trio， 更换你的指法。嗯，那第二说，在不同的像 F 的感觉啊，升 G 的感觉，给我们一个想象说，哎、欸，其实我们在吹乐器的时候可以追求那样的美好的声音，比较满的泛音，比较漂亮的声音。那在这个。就不同系统的六七跟我们想象说，哎、欸，原来我们的 C 升 C， 然后 F 跟我们在吹以前曲子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现在笛子的声音是不一样。我们有更多的想象，那你有这是更好元素在你演奏曲子之后，你有更多的想象跟你更多的内涵来吹它，这对大家会比较有帮助。就比较不会像我们好像吹久好像被绑住了。啊、哦，是是是是是是，就觉得声都就是这种声音，然后是声缩就是那种声音，然后高音咪。就是那样，对啊，可是现在好像觉得，哎、欸，其实我们其实可以尝试，对，是是是，可以试着去做。包括我们那天跟蔡老师谈到说声 C 的问题，嗯，其实声 C 问题是，老实讲说，我目前的乐器是有点小小的，嗯，小小的 miss 掉了。那、嗯、其实这回到这乐器来讲，声 C 是非常漂亮的声音了，对，嗯，对，这也是说希望给大家更好的一个参考，嗯，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留言跟我们反映。对，哎，那甚至是我们没提到，也欢迎跟我们提供参考，谢谢。是，哎，那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配件这样子加上来，有没有可能大全配，可是会互相打架呢？因为它的系统不一样。配有些东西会彼此中间会有点卡到，因为有些机械传动都是要考虑的。那第二个就像老师讲了，如果全配的话。到时候一把很重啊，对，很重，很重。在吹长笛之前，先练举重。哇，今天非常非常精彩哦，因为有不一样的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从G
G sharp， 然后到了升 F， 升 F 的改进，然后再升 G 的改进，还有呢？啊，trio 各种不同 trio， 然后左右手，对，小指头的那个，就是管乐乐想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已经把它完成了。是，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乐器啊。对，以后你看到以后，你今天你我跟你借是吗？也可以啊，你有这种想法，其实你以后你在乐器定做，你可以说指定，哎，我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他想参考，可以来找我啊。哦，好，请洽这个。对，然后再谈到降一键哦的想法，然后再就是不同的指法带着的声音的改变。嗯，对。所以老师们心里有想要特别加什么键吗？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刚刚那个，我觉得收到伸缩那个，我觉得还不错。这你喜欢大小那个低音的，你喜欢低音，其实主要是低音，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因为我以前小弟不才，以前吹过竖笛，所以就会你会吗？以前在社团的时候玩过，然后就会觉得好棒哦，就是你最低的那个音，其实有两个手指头可以帮忙，其实它跟刚刚那个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很方便，你这边累可以换这边，所以任意你换指，或者说他在运指的过程中，他可以去设计哪边灵，我觉得比较灵活。所以他的那个指法可以去。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小指头其实本来小指头最弱，可是如果以low B 的 key 来讲，你其实要按最多键，没错，对，其实很累。所以如果至少两个小指头，虽然两个都很累，可是两个都辅助了，也互相帮忙，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是对那个还蛮有兴趣的。是。嗯，所以再来就可以克制自己的想要的乐器。好，可是像目前是没有克制化，我有要克制，克制自克制，不要去加钱，因为每加一个都是一笔的嘛，所以最贵的应该是这支吗？以价格来上面来说的话，欸，其实很难。很难比较，因为它的年代不一样，做的人也不一样。不过以目前看来，就是这把的那个加的配备真的是最多的，所以我印象中，所以我就有最值得，对最值得。我应该眼光最准，对，我可以去开那种杀价游，不是杀价，那种猜价格的游戏。你看这把还就这个是这个，对，就这个头，哎呀，对，哇，这个。它这里面是有木头的，谢谢。它这个是里面有木头包那个的啊，里面有包木头。可以看一下这个，再来看，从这里看，哦，对，你有看到哦，好明显哎，这里面是木头，直接这样子也是那个 writer 部分，看下去它就是木头的，就是木头的。有些人把木头包起来，这很强哎，它这对啊，这个那个膨胀系数什么不同材质，对啊，膨胀系数可以放这么久，嗯，还是说因为木头也比较有弹性，所以它即使缩起来，因为没有你想象要焊接的时候木头，啊，怎么不让它烧掉？嗯，温度很高。好，太厉害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内容真的是太精彩了。那我想要偷偷问一下，预告一下，下次我们会聊些什么呢？下次想聊些什么呢？大家想要聊些什么呢？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好不好？想要知道长笛的什么样子的秘密，我们也许在后面的节目中，我们也可以来为你的想象或者你的疑问来做解答。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四位老师的参与。那我们下次见喽，谢谢，拜拜，拜拜。